呀，老师，晚上你帮我忙。啥子？你们看下我的手机，怎么不觉得行了？反正还不出去，样都不行。你们看哈。既然跟哪个烦嘛，自己都这么贵，还跟哪个烦？看出来啥子问题不？这次得钱了。没得好多电的喽，你开成省电不是个就去喽。我经常在充电，为啥子有时候就没电的呢？你晓得啥子意思不嘛？我咋晓得呢？没得我用。我也用了15年了，这个手机。然后要找我嘛？找啊？要是你我换个新的嘛。你自己拿到15年，我给你买。那是我的1200块钱就让人买去喽，还有10块钱没得喽。那是你上路了，还没跟爸爸买过手机的，买一个要不了。那你买过老套同样的不嘛？要的啊，嘿，老套同安逸的。你买老套同就回家骂了一下买，你要买2个老套同，免得没关系整半夜。好，买老套同话好是可惜的。你跟俺说嘛，你还说我俺买个手机看来干嘛？要的。啊我，我也说过谁？啥时候？神神秘秘。你想不想听嘛？想啊。有个好消息，有个坏消息。啥好消息嘛？说的。好消息，有人说一共买个手机。我这个手机好用的，买啥子买？新的了嘛？新的我才买两句儿。坏消息就是，他说一共买个老年见面的，晚上当个瞌睡，正在叽叽咕咕的。我那个还用的，我不要你老年机，我就用我个。好，那我还是该说的是我，我还是要一个智能机。那你该说嘛？哦，要的。好。哦，上次来去，你给什么要噻？啊。你没要，我就2个手机的钱，我就转到那买成一个，我还是要买个智能机。你用都用不能就买只智能机，你就用个老头童。慢慢在这学。你慢慢在喊谁？我教你啊。你呢？我都不教你，我不教你，你就没有智能机，钱没得，看到那么重，我只能拿一破烂的嘴。没买钱的，你还要买智能机，就买个老头童嘛。我就晓得了噻，我这次我就去找钥匙口，我就买个几百块的，不买也几千块的，只要用的就可以了。等会儿我再跟人家商量哈。人家怎么说背要老头痛？我刚说了，我就说2个手机的钱装到，我就买个几百块钱的智能机还是安逸的。跟你说了，你用不来呀、啊。我说的慢慢的学的嘛。哎呀，这大变形装修已经干嘛10到10天了，我是刚收那100块钱的嘛，我都还是1000块钱噻。我想买来嘛，学啥子嘛？今天老早上我看着云南3块钱一，不是太干净了，不是光那些家有什么调度啊？幺儿郎，我这个就拿你，将就乐意嘻嘻的，你就给我换一个，只要我几百块的就是，我不要你几千块的，只要用的。那你今天不用？今天我就不用，乐意嘻嘻嘛，你给我买一个几百块的。明儿啊，你敢买啥子买？过年了，我晓得敢买。你中国你用钱的地方多得很。听到没有？那是不。那是几百块钱，你两年不都推荐给推荐的？我可是一年干到头。那是我哪地方干到穷，我可以睡穷。那这个是几百块钱都推荐给推荐的，我要睡穷。哟，老七，你发脾气了？明天干啥呀？我带你去，硬是啊，几百块钱了嘛。哎哟，硬是那种我就出不起来。哎哟，还随机了。明天干啥啊？啊，干啥？真的噻。真的啊？要得，真的我就等我一下给打扫卫生，还带学校这个。带出去噻。好嘛，别的。我看了你都是老红色。